养心茶楼的特色是唯一现在台北市第一家港式饮茶做素的，所以我们的特色在于说很年轻化，那荤的素的都会喜爱。那我们是用单点的套餐，目前没有，那有桌菜，所以我们里面的有点心、热食，哦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素食的一个餐厅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是今天唯一一间素食，所以我的构想是说展现现在目前最新的素食，那把一些菜做一个变化，也能让一些吃荤的喜爱，那吃素的年轻朋友更喜欢这样子。